母亲，反正你不是生我气得太早了吗？我还没有进书斋读书，你怎么又要失去五万了呢？母亲，快切吧，切吧。丁婆婆，大人他已经起身，他是接客，谁来接婆婆请安？他在生病，谁要你叫他起来请安啊？大人说，他只是眼观风寒，今日正好十夜里时，不放肆。不许你动嘴！你。你为何这身穿戴？这个我听从婆婆教诲，从今月清正大夫一直不忘，尽管婆婆少尽父亲，已经赴堂，放婆婆是假。你再不谨慎！哎呀，母亲，这不要你管，与我拿假发来，母亲。哎。Thank you.
院长啊，不认你。难道他不知道母亲生病吗？难道他不想接近他那亲生女儿吗？他也给亲女儿取过名字啊，名字。少夫人，这次命苦，许此为苦果吧。苦果。
亲呢，定是我没有来水，把他误会了。啊，可我抵得不起你呀。没有说什么，我不要休妻吗？是吗？没有啊。
你大人将我休妻。这是什么时期呀？姨娘。娘家门痛诉辛苦泪淋淋，想不到轮到自己当婆婆，但是我比本家里更凶狠，今天一见说出门，不知他安的什么心，待我生父去病理，多谢姨娘。
姐，花姐呀，花姐，花姐呀，去去去吧。你们两人也好，早些得息了。
妹，巧丽，你去把大侠公叫来，叫他来解解心的心啊。是。真的快乐。
们我都要路，一路之上你要是假小心，我是你母亲即刻认罪。
秀娃，你还有吩咐啊？大臣走了，家中一切由我做主，快把钥匙交出来。是，交是不交？这钥匙是我沈家的命根子，我儿臣是家的嘞。娘子，舍不得呀。儿臣，要是你不听我的话，我杀百名弟弟，使你母子串通，欺压于我。不，到那个时候，弟弟发财下来，你也可吃得得起吗？娘子，你那你快去呀。给我跪下！啊，跪下！娘子，老七母，老七母，老东西，你今个做教养是为我可以，老娘我今日要了心。
久了。今天早上我就要叫你去求姨娘，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？母亲，你怎么叫乔林去请姨娘？又是背上裤子倒了，又要藏我了。要是姨娘不来，只怕为娘的命就要受矣。丈夫家有财有势，此事要是被他知道，身负姨娘照样
已经赴考去了，怎么能分家呢？他不在，还有老七不在，是说好分喽。这怎么分啊？我生你想，乔丽哎，哪次也来是。我说你这个该死的，把家分了，谁与我们谁有好日子过了？啊？
十也操劳，人也算多了，姨娘我带你婆母都，那带我妹妹都寻你了。她虽不是我的婆母，敬重老身，你是我三姑的本内之事，姨娘你不要管事。他话今朝问起，是我是为他熬一煎汤。我说是我的儿媳，他说不信。他说我的儿媳啊早已病死，我骗他说我的儿媳啊没有死，只生了一场重病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母子俩啊苦苦伶仃。爹娘，他真的相信了，他话不是刻意夸奖我的好媳妇呢。这几天啊，他病好多了，他晚上要亲自来见一见我的媳妇呢。啊，好啊，不过今晚你就让他去见一见吧。啊，不，我不能见他。三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从前经隔断了夫妻官少情，三五一笔身家富，怎奈爱与他不心成，更何况如今他正病转身见我在我的草前，当姨娘老人上边多照应，这不去意熬夜煎汤与我三五来反正大人父亲赶快回来再说吧。姨娘，我现在什么也不去，只是想见一见我那苦命的女儿苦姑，她万岁生父谁苦啊。三妹，这你放心，等等我妹妹明天痊愈后，我再去找上姑二人算账，一定要想办法，无论死活也要将苦姑救出来。哎，三娃啊，今晚你就不用再这步了，早些安息，不要累坏了身子。姨娘，今日不把步走完，明日那一年前的命没呀呀，甚至嘛，我是极为担心的。像这样好的人的兄，我妹妹啊真是有眼无珠哦。
先嫁我去，老身怎能活到像这样好的赢得媳妇，终于难免没有过错。哎，要是我的媳妇做了你的媳妇啊，我看你也未必能用得了她哦。哎呀，姐姐在哪里话嘞？人非草木，岂能无情？像这样好的媳妇都不能用情的话，我岂必成了二我比赛的相求随我都不分的人了吗？像当年三五五灯的颜色，那你为何将他休妻啊？你想娘人别先判高清，屈为上顾，这个是几百万说他们往先是送掉性命，你这不是言不明而不灵，相催不便，是非不分吗？是啊，第七三五都是我的过错啊，也在我自己也被媳妇捉出门来，为下去三步嘞，我真是羞愧难当啊！哎，那你为何不将三五去追回来呢？听大人说，他们又回走娘家，只怕是。事情得急了啊，姐姐呀，你家媳妇待我这样好，我定要当面去谢谢她。哎，妹妹啊，我的媳妇啊，她不能见你啊，不能见我。这为什么呀？到底为什么呢？哎呀，姐姐，好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的媳妇啊不是别人，她就是待你休妻的三五。三五，真三五啊？他没有事，他要对我事情是被我拒为来的。不，姐姐，你不能。
秀堂，为他无端求情妇，我不该与他生女不生男，嫁给他人写休书，不该逼真没有将他做成二夫，害得他死心的几走几路，到如今他不计就越不计苦，真情真意不知怒，我是个不生不逆的阿母。姐姐，你不是让我走吧？哎，妹妹啊，你这是做什么啊？妹妹，我是不依接上不
今生谁爹卖家产许多官，花天酒地都成婚，将我关着叫怕难话明，严格乞讨都藏身。三娃，他吃饭了。老孙见儿子弟弟来了。儿子。Thank you.
上去，哦，他们拼命好，这不是。不知道。
请你
起来，起来！今日的家团事，大家难当虚妄。进进来。走，带下去。弟弟，